What?要来了，强势入侵，这边开个扫描进来，这边完全没有任何视野，但 TSM 这边有没有意识到呀？两边上单都没来，但是中单看一下，辛德拉到了没来，先手抬直接逼了一个闪，大师兄闪现出来了，后面又闪，但你这个 Q 闪你少人啊，感觉这边牛头要送了。不是小王这一波有点没拎清楚啊，这个反向的一个 Q 闪，由于一级去支援了嘛，线上是亏了一点。哎，抬两个，但兄弟你这波吃两下塔什么意思啊？那你这话我卢锡安有话说了呀，我卢锡安原来那个 Q 哎，下路一个抬到牛头这边定倒，但这边牛头人这个位置是没闪的，感觉有点危险，还差一下换子弹点燃致命点燃烧熟了、烧熟了，直接是五分熟烤牛肉，好像血呀，好像确实经常引优势，对，就是他只要不贪你换不到血呀。 哎，刚说完狗熊一套直接找回场子、是，而且老实说现在其实军事而且血量蓝量上博克费都有点在卖的意思，你再上来跟我打我要认真了。二段精准礼仪在骗 Q、这位置在看 Bible 起不起杀心，而且博克费的意思好了，没六了，六级了，怎么说这一波博克费一打二蓝量直接踩闪现一口，哇，凯旋再回了100多点血，而且这波 Softmade 也来了，早点动手还行。这等太长时间了，不，他是主要是等青钢影一技能 CD， 我觉得第一波那个一中就可以上了，就是第一波两个人扭打起来的时候暴雪就可以上了。哦，哎 ，TP 直接踢上路，踢上路想要越，哇，硬越吗？一次不成我再来一次，这波知道你没闪没大，能让青蟹上去再一个推，这边还要最后直接做一下 Q 技能躲开啊，换场很细，还有问题，大师兄上还要赢一点，哎，闪现躲 W 很细，这个位置想打一个单杀。但有闪的呀，闪现躲大，暗影燎原刷一个盾，哇，又来了，又来了，没大招啊，空气人不开心了，这波感觉没大招，青钢影不是特别怕，但是寡妇来了，队友来了，队友来了，那这波青钢影有点难走了，青钢影应该死了，这波一技能没角度拉了，丢空了，魅惑结束了，反向钩子穿着想反杀寡妇，做出大寡妇大不出去，二段精准礼仪杀掉，触发护盾还在扭在等钩子，还在绕，卢仙来了，这个位置卢仙来了，感觉这都跑不掉了吧？你再跑给我看。可是这一波已经足够了，一打三反杀一被反杀一个，虽然一起吹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寡妇不抓人了啊。定住了，感觉海丽桑出问题了呀，这个位置还想跑吗？找得很刁钻。有个眼，我看一下，我觉得是寡妇的 W 太急了，寡妇这波直接闪现就好了，我是这么闪现好，或者就是你等他到绝路，你再放 W， 是，我觉得大招也可以赢的呀，就是、对吧？就魅惑到这次消闪了，最后是卢仙的热忱裂弹拿到了这个人头，哎呦，回家能不能掏点陈装出来？哎，还放你调皮。迎头一镖，现在感觉下一条龙应该要出手了吧？这卢仙为什么还没叠满呀？感觉有点慢。他出的好早，被到了，有闪现一技能放出来，有人来挡枪，被到 boss 的，你忠实的使者。大师兄这波闪一逼，下一波团不好接了呀。BB 绕过来了，二连 BB 墙上挂了一下，反翼回来，正面大了一个落，海丽桑有命来，感觉没命回了呀。他直接被 BB 拿到，这一波大招进去，感觉自己很帅，抬了三个人，但是这边一个球推到 Grapple 反手。做事要打，结果接一个大招往回跑，交了闪现溜了。这海里散了。对面牛头上来一个 QQ 四个。哎，等一下，要偷了，要偷了！哇，闪现速度很快。我还没死，对吧？万一那波把狗熊开死了，掉大龙了。是，看看海里散这波好吧？看看这波，你看我华丽吗？哎，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还可以红打掉了。也没什么问题。比外婆这边趁乱赶紧把红给摸掉了。哎，比外婆这个戏啊。
这位置普罗感觉豹你不敢来抢吧。 Double Live 阁下 AKA 一下直接惩戒拿下。哎，但这位置狗熊被偷了一套啊、但可以队友掩护的走。 Broken Blade 要开吗？等狗熊不好追、不好追，哇，射刚打的速度感觉，看一下，有两个射手，虽然进打得慢，但是卢锡安打得还可以，而且开打掉了呀，感觉没了呀，没了呀。是 Firefox 跑得很快，很着急，三千血，两千血 ，Firefox 来不及了，接惩戒加 R 走了，全员在海里吧，有人接，有人接，有没有兄弟，救一下队友的，接一下，一技能完了，完了，出事了。Ragged 闪现走了，哈利森再被踩住，完了哈利森又没了。哎呀，他直接打到前面草地 ，Ragged 不是走了吗？撞墙了呀！这一头撞的，他也没想到比赛服的墙这么厚。哦，是，确实，我看出来他有点憋意，好吧？看这一波，哈利森，给个特写。哎，有点厚，有点厚，而且他有闪，他不愿意交。接一下，兄弟，你有时间扔陷阱，你不来接我一下？哎、他不交闪，直接把 Regulus 闪打出来了。是的。这波 Regulus 真一个推、哎、不好推、手太短了，推到 Nemesis 但后面一技能一交这哎大师兄被偷了，哇这波闪现都没交出来啊，而且这边第一时间还没推上高，哎一技能被偷走了。 Broken Blade 这波可能有闪现，看能走吗，直接交大招，但是反向跑没大到，感觉杀不死 W 小走位反身躲开了一球，大佛还蛮帅的，躲个 W 看一下，哇这 Q 闪、这确实 Q 闪 QQ 反应不过来，是的，哎，这边都有视野的，哎，来了，来了，海利萨闪现抬了一个，比尔森有一个中亚，中亚开出来之后，海利萨没有死，牛头打闪，比尔森打闪，金枪命中了比尔森 ，Broken Blade 现在直接打出了 Reckless 的一个啊，没有 Reckless 直接往后拉了，哎、上当了感觉，而且海利萨也有一块表，闪现一技能走不了，被 Nemesis 哦是被 Reckless 给直接一枪崩掉，海利萨下了一盘大棋啊，连着被秒三波，突然这一波有块表，哎。那又是同样的剧本，有打标的呀，闪现进去没抢到，那豹女能回来吗？秒秒开完之后感觉要死在原地了，是中亚，又是闪现，大师兄这边被寡妇打残，一个弹出大师兄的闪现，回身球灌在了熊的一个秒秒上，这一枪火炮把比尔森直接血量打到了只剩300左右，是，但是哈利森带了一个无尽四手回去把 Reckless 给捆住了，不然我感觉欧辰还得追一会儿、TP 绕后来要追，这边卢狗熊卢锡安双 TP 大招进场，牛头这边一个 W 空掉了，哇好绝望，好绝望 ！Nemesis 直接隔墙拿下两个人头 ，TSM 只剩 Broken Blade 刚复活出来，怎么收呀？果然20分钟前放点东西不重要，只要等到三件套，这秒表，没这时候用出来，完了，剑断了，剑断了，剑断了 ，Broken Blade 本来就是断的呀。那最终我们要恭喜 Fnatic。各位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齐然，恭喜 Fnatic 赢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请到的是 AD 选手 Reckless 来到赛后采访席。Hello, congratulations. Would you say hello to our audience first? 你好。Oh, your choice is pretty good. 哦、就非常简短的一个你好。那想问一下，因为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全世界的粉丝都在期待，因为关于 NA 和 EU 的这个故事，这个梗是永远都是在被热议着的。所以他们今天世界赛的第一场比赛就从 TSM 身上拿到了这一分，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Congratulations in winning your first game against TSM at this Worlds. So NA and EU, like many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atch. And how does it feel to strike the first blow? It feels really good to strike the first blow. I feel like it's something we failed to do in the previous years. We always started poorly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but this time we tried really hard to come in with basically a plan B, C, D, and E in case we weren't able to get what we wanted in the early game. And I feel like, we managed to keep our cool towards the later stage of the game. We had a couple of good calls, and then eventually we were able to take the victory. 当然在 TSM 身上拿到这一分非常开心，而且因为跟以往不一样嘛，之前好像我们在世界赛初期的话表现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今年的话我们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像我们
平常就是今年的整个状态呢，其实也是比较有起伏的，有调整，所以今年能够在世界赛的第一场比赛能发挥这么好，非常的开心。而且之后其实我们也有比如说整个 Plan B Plan C Plan D， 就是有好多个计划去对阵我们的对手，但是呢今天能够赢下来，不管是我们的在游戏当中的一些团队上面的指挥，以及是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方面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还是很开心。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比赛打的是有来有回的，那他们是怎么去集中注意力，然后去抓到对方的失误去完成这场比赛的呢？ You play really back and forth in the game you just played, but how did you manage to stay focused and consistent to punish the mistakes from DSM? I think that's mostly because of our coaching staff doing a good job. I feel like tying into what I said earlier, they kind of prepared us in a really good way to be able to handle these later game stages or tougher situations that might arise. And I feel like they did as well a really good like read on what TSM wanted to do in the game with the whole, every time there was a Drake, they wanted to go through bot lane and we were kind of going through mid lane instead. It's something we talked a lot about before the game and something we were able to execute on. So.I would have to give that to our coaching staff, actually. 我觉得这个功劳要全部归给我们的教练，就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比赛当中要做什么。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整个游戏的执行也比较好。比如说他们可能想从下路这边打开局面，但是呢，我们就可能偏中路，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 TSM 不想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教练团队是给予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好像现在的话，整个世界赛所有的队伍都对野核这个版本比较的关心，但是呢，我之前看过一个。他采访他说 Selfmade 也逐渐的变成他们队伍的核心，所以现在总体来看，他觉得他们队伍对于世界赛的这个版本适应的怎么样。 Currently many teams are playing jungle carry meta on the world's patch, and I watched an interview of you before, say you said that Selfmade is being the core of your team, so how do you think your team Fnatic has been adapted so far? I feel like in the summer split we're about to not even make playoffs and then ultimately worlds because of that, so we're thinking a lot about what could fit us as a team, not necessarily what was meta at the time, and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jungle carry was our way, and then it just kind of happened that became the meta as well. So I feel like it's just been a natural change for us, and as everyone can see, he's a really good player, so we try our best to cater around him and make sure he's really good in the game, and then we know that he's gonna get us the victory. 其实我们在夏季赛常规赛后半段的话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差点还都没有进去到季后赛，所以呢在那个后期的话我们是逐渐的找到了这个方式，也就是刚好就是 Selfmade 去 carry 比赛的这个 carry 队伍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又很碰巧说来到世界赛之后这个版本这个方式也是我们在世界赛很适合这当前的世界赛版本的一个方式去赢。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在比赛当中更加的去照顾到以 Selfmade 为核心这个阵容的时候，比如就给他资源，然后去更好的给他打辅助，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也是再次来到了中国的舞台，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中国的粉丝说呢？ So you're back to the world stage again. Any words to your fans? Honestly, it's great to be back. I started thinking to myself after 2017 that maybe it was just like a lucky moment for me to be a part of, but I realized now since coming back here that it's probably just China. I think everything's just great here,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gain, and hopefully we can go really far in this tournament, so I get to be a part of all the cool stuff. 其实当然回到中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这好像让我回想起了2017年在中国的那场世界赛，然后就是感觉很神奇吧。回来之后，希望能够今年自己能打出更好的成绩，成为在世界赛上面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然后也希望能够爆盖。给粉丝们看，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 Reckless 来到赛后采访。Thank you so much.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winning. 谢谢我们赛后采访 Shane Locks 的观众。